这有架直升飞机，我操，声音太大了。这个啊，我看了一下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好像是一个体育场，哎，但是我现在记不得是不是希特勒的那个体育场了啊。就是1936年，德国希特勒不是搞了一场运动会嘛，然后他这个柏林运动奥运会，当时他就建了一个体育场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本来呀，我还准备去慕尼黑一趟，因为这个慕尼黑不是曾经举行过什么慕尼黑协定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啊，包括他这个希特勒曾经几次去慕尼黑做过演讲。但是我一看德国柏林对于希特勒这个抹杀呀，基本上把他的痕迹都消除了，就是非纳粹化。那么一旦没有了希特勒的痕迹之后呢，我觉得慕尼黑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更多的是把它还原成一个一战之前的老城样子。这样的话我就对他索然无味了。这条道不知道能不能上去啊，我很想去那个里面看一看，现在过去看一看吧，不行再下来。